点样提升财运？已经零年收入啦，仍且赖为生，即刻下载个美团外卖，然之后成为骑手，即刻就有收入啦吓。同埋咧要买台电单车嘅系啦，啊咁样会比较好啲。得有冇啊？即刻攞个美团外卖或者系 Foodpanda， 即刻注册做成为骑手。仲有一个办法，即刻去瞓觉，发梦，梦里边任何一切都有。想请教家居中何为水火不容？譬如话厨房门对住呢个厕所门就系啦。跟住喺国外家中咧有两个厨房，一个开放式，一个封闭式嘅。开放式厨房咧后边系封闭式厨房，呢、这个咧就有隔开就冇问题噶啦。啊，咁啊，开放式厨房做西厨，封闭式厨房做中厨系冇问题嘅。仔仔嘅房下面系正封闭式嘅厨房同埋洗衣房，请问有冇影响？对佢嘅眼睛啦、皮肤啦、过敏啦、心脏啦、血压啦都会有影响嘅。可以用咩化解？用石头化解嘅，摆石头啦。房间系做地台床，床头喺南位。东位全系一排半口窗门，床尾做咗矮柜，我同先生瞓咗喺左边落床嘅位，方位灯啊唔得，青龙白虎搞错咗，会不利财运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啦，房间做地台床，要行两级先到床，床尾落床。三面包住系咪唔好？自从系啊，非常之唔好。四肢不同，建议再整多个床架，摆个床褥上去，咁样会好啲嘅。